皇后娘娘着咗件凤袍之后，嗰阵风华绝代，气度不凡啊！皇后娘娘，好，本宫终于都可以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啦！公公求见，召佢入嚟。参见惠妃娘娘。咩事？碧影伤重难治，神智仍然未能康复。太医认为已经痊愈无望，所以请娘娘作决定，该如何处置啊？即系天意弄人，不如将佢遣回家乡，交由亲人好好照顾。奴才会作安排。公公，切记妥善安排。奴才知道，奴才告退。皇后娘娘，为求安心，有啲事一定要彻底解决嘅。我终于可以无疑天，本宫终于可以无疑天下。无疑天下，你配咩？系你奸险阴毒、卑鄙无耻，就写晒喺你块面嗰度啦。你点解会喺度噶？系边个批准你擅自离开凌烟阁噶？你唔好以为坐喺凤袍、坐喺凤椅就系皇后。皇氏 Michelle， 竟然敢掌掴本宫！人类，第一把我替皇后打你嘅，第二把先系我自己嘅。仲有啊，陛下嚟得啱啦！佢竟然够胆掌掴臣妾，求陛下赐佢死罪。乜？佢有打你咩？朕见唔到噃。陛下，朕所见嘅只系你自己打自己，嫁祸他人不嬲都系你最拿手嘅把戏，你连砒霜都敢饮，区区几巴又算系乜？陛下，人嚟！陛下，朕捉住佢。系。陛下，放开我！你班狗奴才！陛下，点解你咁样对臣妾啊？陛下，朕今日一定会同你讲个明白，历史。是陛下。陛下，你千祈唔好听一家人说摆啊！咁你一个人系咪奸人？惠妃娘娘知道梅林要翻土，就想到用玉石环嚟诬蔑玉妃。后来玉妃娘娘怀了身孕，娘娘就收买了冬儿，在啲餸菜度落了啲打胎嘅药。冇几耐，皇皇后有霹雳木嘅事被冬儿知道了，娘娘就想到借刀杀人，周围散播谣言。可惜陛下救走了玉妃，于是娘娘就想到顺水推舟，将件事嫁祸给皇皇后。可能奴婢知道的事实在太多了。那天娘娘叫我帮她拿些珠宝离宫修补，谁知我就遇到杀手，将我剥晕，还掉了我落海。好在奴婢命大，才命不该绝。演咗成件事，朕竟然明白晒。碧莹，你助纣为虐，知情不报，理应受罚。现在朕就将你还押监，
容后再审。求陛下开恩啊！奴婢唔想噶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你呢个贱婢竟然佛口蛇心，做出啲咁有违纲纪嘅事，真系恶行昭彰，罪无可恕。陛下、太后，你哋唔好听碧影一面之词啊！佢睇我神妾嘅珠钗，怕受佛师污蔑神妾嘅啫。一面之词，引嚟全州大牛。朕嚟问你，系边个指使你杀碧影同埋玉妃娘娘嘅？系李大人个管家。讲清楚，边个李大人？丞相李林甫李大人啊！好，引嚟，将佢收押监房，听候发落。开恩啊！陛下，你听到啦，系李林甫大人佢胡作非为，唔关臣妾事噶。你仲喺度狡辩？你个好姊妹郑国夫人同李林甫有私，你就乘势勾结李林甫，结党营私，胡作非为。你以为朕完全不知情？陛下，臣妾真系冤枉噶。你实在令朕好痛心。你以为朕真系嫌弃玉环？一个人得意嘅时候，自然会疏于防范。朕封你为后，就是等一个机会。不过朕一直都不希望这个是事实，但是事实告诉朕知，你的而且确是这样做。臣妾好佩服陛下的奸狡。你这个贱婢收声，原来一直在后宫搞风搞月的人就是你，你为什么这么阴险毒辣？陛下，哀家错怪了皇后，陛下应该要回禀母后，儿臣早已经被人打探过皇后的消息，只可惜皇后究竟怎样？皇后一个月前因为抑郁成病，经已辞世。母后，我哀家一向对你咁好，你仲系咪人嚟噶？冇用！李妃你好大胆！收声！唔好吓过你啊！如果唔系，我即刻杀咗佢！你咁样做只会万劫不复，何苦呢？贵妃。你唔好一错再错啦！你自然同我收声。唔系你，我唔会搞成咁。我最错就冇一刀杀咗你。全部人出去，除玉环你留低，仲唔拉出去？你全部退下。妹妹，你小心啲。你而家满意啦？只要你放咗太后，朕应承你，一切事情不加追究，仲命人安全咁送你离宫。离宫，臣妾所有荣华富贵，一切嘢都喺晒呢度，点解要走啊？你想要咩？你讲啦，朕会应承你。臣妾要陛下嘅轻年浅爱。臣妾要做皇后，臣妾要母仪天下，你俾到我咩？即刻叫你退下，关闭宫门。如果唔系，我即刻杀咗佢。唔好，我讲得出做得到。你全部退下，关闭宫门。
子应该喺呢度嚟嘅。三弟，你点睇？我都唔敢肯定，唔可以再拖噶啦。个婆娘摆明搏命噶，再迟啲我惊太后陛下就连到我哋知，但系确定唔到个位置都冇用噶。我呢嗰边嘅窗口放箭入去，唔得，企窗前面好容易俾云飞发现，而且嗰角度太斜，实在太危险啦。咁又唔得，咁又唔得，咁点算好啊？惠妃，你到底想点？惠妃，我本来已经系皇后，系你呢个贱人，就系你呢个贱人破坏晒我咁多年嘅计划。你凭咩同我斗？你凭咩要逼到我走投无路成全你？我唔甘心，我唔甘心。你要点对付我都可以，你即管讲，我一定会应承你。但系你先放咗太后啊？系，系。即刻喺我面前自尽！应承过你嘅嘢，一定可以做。你就系三岁孩童，我未行出呢个宫门，我就已经身首异处啦。我点都系要死，我要你陪葬。我得唔到命，我都唔会俾你得到。家嫂三声，唔系你死，就系佢死。你好，我死，唔可以啊，陛下。臣妾对陛下的恩宠实在感激不尽，就抵臣妾一尽孝义，来世再与陛下续缘。玉环，一、二。